周杰的母亲参股公司拟上市，目前已提交上市申请。据中国证券报，日前，巨星传奇集团有限公司向港交所主板提交上市申请。巨星传奇是一间新零售运营商，专注通过各种渠道销售健康管理产品及护肤产品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巨星传奇高度绑定艺人周杰伦，是周杰伦多场大型音乐会的分包商、策划者和投资者。2021年上半年营收为 1.66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的 3.12 亿元下降 46.8%。